我相信大家都知道《公主连结》是一款节奏游戏，对不对？那这次的活动呢，就是节奏游戏，有分 normal 跟 hard。身为一个有在玩 in game 的玩家呢，来吧。啊？完全看不懂。好，这个蓝色的蛇蛇要连打，绿色的蛇蛇按一下更猛的蛇欸。看这个超，这个超酷的、欸。哦，干，按差点按错。七万七，离我们看到的八万七还差一万。哇！欸，那条红色的蛇到底什么时候出现？还是会有一个更哈的？喂，什么 ？Extra？What the fuck？ 来吧 ，Extra！ 哇！欸，真的是三下欸。红色的丝丝蛇，你能不能不要扣血？我知道，就会你会一方面要弄到时间的压力，然后就会怕怕了。有时候连点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会数自己按了几次，你只是想要赶快把它点完。你看，哇，这么多蛇蛇，它突然就不见了。不行，我要八万七千分。还好啦，我才因为才打十几分钟而已。哎，三次 Viva， 然后加额外的 bonus， 应该有。机会了！我们玩了快二十分钟了，终于超过我自己的标准了。好，这一次的活动比之前的都好玩。我觉得第二好玩的应该会是空花那期了，所以台版在九月的时候应该可以玩到了。空花那期最好玩，空花那期台版我一定要超过一万分。哎！
哦，三百五外加六条命。哦，今天终于可以睡了，14万分最高纪录。